我隻碟其實好想喺趕得切年底出啦，因為其實籌備咗好耐啦，但係等咁耐咧，其實係會 worth it 嘅，因為係有一個大嘅 surprise 俾你哋嘅，咁希望大家到時會中意我隻碟啦。呢排其實係忙緊promotions 啊，即係好多做訪問啊、shootings 啊，同埋一啲 music 上邊自己嘅突破嘢咯。因為其實係不嬲都想做啲唔同類型少少嘅音樂，咁其實希望第二隻碟帶到俾你哋睇咧，又係唔同即係唔同方向嘅 Aga 會係點樣樣咯。望見分針向前走，明日世界轉變。